我们现在继续开会哈。接下来我们请赵天麟委员咨询，补充介绍我们，蒙藏委员会的参事兼主任秘书陈明仁哈，在那边早上有委员要求蒙藏委员要来哈，谢谢。谢谢主席。我想请内政部我们的叶部长，那还有民民署和的代理署长，及陆委会邱副主委。好，请三位。赵委员好。是，部长呢可能要打开麦克风一下。好，谢谢。我们今天讨论难民法这个部分，我们当然待会也会跟你分享一下我的一些看法，也请就教您的看法，特别是难民里面如果是属于这个外国人或者是中国大陆的民众的，我们又会在什么样的法治里面去做规范。不过因为我刚刚有看到一个新闻是说亚洲出版业协会今天公布说6月15日在香港举办的2016年度卓越新闻奖颁奖典礼晚宴，他邀请一个很特殊的贵宾，他邀请我们前总统马英九出席。那这个请他去那边表达了说他跟习近平见面的一些部分，然后他这几年推动两岸关系的一些贡献等等。好，那这个部分呢，因为刚好很巧也好，不巧也好，就是昨天你有这个就是核定了，也公告移民署所提。办理或核定国家机密限职退离职或移交人员出境作业规定里面，然后即日生效。那这个规定里面呢有很特别，就是说涉及国家机密核定人员办理国家机密事项业务人员以及相关退离职者或移交国家机密未满3年的人员要经核准才能出境，那其原服务机关或委托机关要善具办理或核定国家机密限职退离职或移交人员建档名册，函送移民署限制出境并通知当事人。好，那我想第一个请教您，我们马英九总统到底有没有受这样的限制？委员，我先跟你报告一些原则性的哈，然后细节我们请再请我们的署长来说明。基本上都是按照那个时间一样，基本上按照入出国移民对入出国家机密保护法。基本上都是按照国家机密保护法，那尤其是在第26条的这个规定了哈，那里面有特别提到，国家机密核定人员哈，那必须经由原服务机关或是委托机关首长或其授权之人核准了哈，那一切按照制度来就可以。那细节的部分我请苏长，应该说第一个他应该是属于就是理论上他应该是卸任总统嘛，不是针对马英九这一位这马先生，而是说马前总统他身为卸任总统，理当应该是受到这样机密性的一个限制，是吗？跟委员报告一下哈，国家机密保护法的主管机关是法务部啦哈，这个部分认定他有没有涉及国家机密是由原服务机关来认定，就这样的样子嘿。我们移民署只是。原服务机关把这个名册送给我们，我们就开始执行。我知道移民署已经是在很执行面的啦，就是说他把那个名册送来，你当然才列管嘛。好啊，当然他如果没有送来，你可能就没有这个名单。对，但我的意思是说，你本身有没有受到这个限制？我本身有受到3种出国的限制，一种是国家机密保护法的这个涉及国家机密人员。另外，移民法第5条的涉及国家安全人员，我也限制。另外，两岸条例第9条的那个从涉及国家机密人员，我也限制。所以，我都出国要写3个报告。对，所以连你都限制了，马总统一定会被限制的啊，对不对？就是他理论上是这样，只是说名册有没有送来的问题，这样而已。对，好，那名册有送来了吗？目前还没接到。好，那我想请教说，那所以。流程上应该是说，他要假设要出国，去香港也算出国嘛？对。然后呢，你出国的话，你就必须要先向原这个刚刚讲到的是服务机关，那应该是总统府。对。所以他的流程第一个要先跟总统府申请。好，然后那看这个现在的总统府，我们蔡总统同不同意？然后呢，当然
有没有限制出境，但是要看有没有把名册送到这个移民署这边来。名册送过来了以后，他要出国，那个总统府要把核准出国的名公文给我们，我们才能够放他走。OK， 那现在是6月1号，那他打算6月15号参加那个活动，所以时间如果照程序来，还应该还来得及。好 ，OK， 那我想先请教两位，请休息休息，要先请教一下邱垂正副主委哈。是，赵委员好。马总统蛮好动的哈，这个那个在看守期间，我看离岛都快去过了哈，这个差没有跟我一起去兰屿跑马拉松而已哈。那这个卸任后不到一个月，哇，又要出国，不简单，你怎么解读这个事情？是。由于马总统是卸任总统哈、那么刚刚部长也说了啊，他出境必须依照国家机密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哈、要由原服务机关的同意，然后再报请这个内政部解除禁管哈、那么如果是符合规定的话，我想我们陆委会在香港有派驻单位，我们会提供礼遇跟一切必要的协助。OK， 其实说实在的哈，每一位现任总统都是台湾的资产，因为他们都是民主的一部分，不分政党。坦白讲，但是我只是提醒马总统了哈，但也不是，倒不是提醒陆委，是借由今天的场合，我们也要公开提醒马总统，就是说，请不要忘记哈，就是那个时间点，刚好也是我们蔡总统准备要出访的前夕，那这样的一个较劲意味十足的做法，恰不恰当？以及第二个就是说，他所去的地方不是说他到我们其他的友邦过境美国，或者是他到了其他的那个，他是到了中港澳之香港地区。然后呢，在那个地方，他所邀请他的就是谈洗马会的两岸关系等等的部分。那在现在新政府在跟对岸正在针对两岸关系里面进行一些我们正在磨合的阶段的时候，我真的要郑重提醒马总统，一定要以中华民国以台湾的利益为要，否则在这里哈，这个争夺镁光灯，在这里进行这样的一个较劲，对台湾对他个人，其实我认为都是有害的。这个短暂的知名度，短暂的这样的一种享受镁光灯的这样的一个麻醉，我认为其实是没有必要的。但是据我了解，好像申请书已经送出去，总统府也收到了，所以来不及跟他道德劝说。不过在我来看，我觉得那样的一个好动，我觉得是值得再三的商榷。你还有补充的看法吗？是，截至目前为止啊，我们香港事务局是还没有收到任何的讯息哈。那另外这次啊只有到香港，如果是说也有到中国大陆的话，还有涉及到两岸条例第九条的规范啊，因为政务人员是属于涉密人员。那么必须啊，这个如果说要有赴大陆的话哈、必须管制3年的规定。好，其实我的看法其实很开放，我们并不会因为不同的政党之间，我们觉得说认为前总统好像就不好，我还是认为前总统是台湾民主的资产。我只是要真的再三提醒说，要全力的扮演好一个卸任总统，怎么样继续协助民主向前推展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使命，而不是如果说借由他的动作给两岸关系现在的两岸的执政党设下更多的障碍，设下更多的门槛，设下更多尴尬跟难堪的场面。那我觉得那这样的前总统就会失去我对他的尊重。好，那谢谢您，我再请教针对难民法部分再请教一下我们部长。好，谢谢。好，在难民法的部分我是全力支持，然后呢我并不是很能够理解为什么在上一届的部分，那我们在程序委员会在很多的部分，我们当时的执政党并没有机会让我们有机会做充分的讨论了哈。那现在我们看起来这个行政院这边也把它列为优先法案之一，所以我想请教您的是说，在难民法的部分，目前的新政府特别是我们内政部这边会怎么去对他的立法做出这个看法？那对于我刚刚讲的大陆人士的部分，我们又会做怎么样另外的处理？这原来行政院也已经提出版本，我们在根据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下，检视大概方向上可以，但是还是在
看到委员有很多非常好的想法，那在逐条讨论，再把这些好的想法再来检视哈。那我对整个这个法的这个推动了啊，是充满期待哈。那也希望透过这个法的推动，让我们更能够迎接啊人权的普世价值，然后更能够连结国际啊，让台湾扮演应该扮演的角色啊。那当然，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就是配套要做好啊。所以这一些这个难民的这个政策哈是好的方向，但是我们怎么把所有推动的机制啊跟各种配套都能够完善，那这些都应该反映在我们再来很多法案的具体的推动里面的思考哈。那有关于这个中国大陆人士的部分，因为两岸很特殊，有人说它是一边一国，有人认为它是一中各表，有人认为说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关系。那所以，如果单纯的在难民法里面把它纳入，恐怕对岸又会很玻璃心，又会在那里跳脚了。那怎么办呢？那在针对大陆人士的部分，对，从难民法所表彰的精神哈，对于人权普世，当然就不应该哦，这个精神这些是不应该去分说从哪里哦，从哪里来的哦。那只是说对于两岸之间的这个议题呢，从宪法征修条文第十一条。哦，第十一条确实，也授权哦，很多事情比较适合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来处理。哦，那如果往那个方向处理，也能够啊，然后做连结啊，也能够反映我们今天对于这些人权普世，那也能够解决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这些问题的话，那也是一个很好的思考。哦，那放在难民法，或者是放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那甚至于。放在出入国啊，出入国管理移民法里面，那其实都各有见地。我也看到有委员有各种不同，其实各人，但是我们寻求一个比较好的方向哈，可能我会优先建议，就是说类似这一类的问题是连接如果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哈，或者是出入国移民法啊，然后把这样精神连接起来，恐怕是最好的安排。所以现在正院版我们有难民法，但是还没有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等相关条例里面看到。所以你们会接续就会做这样的处理吗？希望能够做这样配套连结了，那样子可能是最好。当然也要尊重这个大院委员们，大家一起来讨论。OK， 好，谢谢。马总统，帮我要不要讲一下？你要不要？跟委员报告一下，我们刚刚接到的信息是，总统府已经来公文关注了。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请古拉斯委员。主席好，有请部长。请部长。郭老师委员好。部长好，其实讲到难民法，过去民进党曾经很多次提出难民法，但是很多次都是在程序委员会里面被挡。例如第七届的时候，民进党的田秋瑾、高志鹏、民进党团有提出难民法，在程序委员会被挡。到第八届，萧美琴呢又提。来来回回被挡了61次，那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国民党跟民进党啊，在面对难民议题的时候，立场是非常不同的。所以我今天相信新的国会，我们会展现新的民意，人民的力量会在国会里面被展现，让我们长久以来很关注，甚至实际上以实际行动去关切的人权的议题，可以在我们的国会的立法的层级里面被看见。那至于这一部法之前一直被挡，我就强烈的怀疑是不是因为有一群人他们基本的人权让过去的执政党因为中国的压力不敢碰不敢处理，这一群人他们自称图伯人，他们说他们不是中国人，所以以权的政府不敢碰。图伯本来是一个国家，他们有自己的国旗，所以在每一次我们在很多的这个请愿的行动当中我们都会看见。但因为过去100年来这个国家被汉人的政权入侵，以汉中心的观点把它改名叫它西藏，然后称这一群人叫藏人，那为了躲避中国的文化侵袭政治屠杀，所以他颠沛流离到了不同的国家。那有人就从吐蕃，有人就是经过这个青海逃到尼泊尔，有人逃到印度，那么期间就来来回回的躲避中国的追杀，有人遗失证件，有人为了这个生存买护照，所以有一批人在台湾，
他们做着小生意来生存。那有人打零工，大部分的确经过过去哦，我们的政府的努力，有些人还可以自由的往来台湾、印度、台湾、尼泊尔。但目前有16个人是滞留在台湾的。好，我们来看，每个人都有特殊的状况。这16个人，1号到3号没有办法被蒙藏委员会认定为藏人，有的是护照过期，有的遗失。那我们在跟他面谈的过程中，有的人说，因为你不会讲藏语，没有办法通过我的口试。但他们的说法是说，他从小就跟父母逃到尼泊尔，6岁的时候父母就过世，他从小讲的是尼泊尔语，但因为我们的政府不承认他是藏人，所以蒙藏委员会没有办法认定。4号到6号当初入境的理由是依亲，结果来了之后，因为工作不稳定，夫妻关系不和，太太离开他。现在我们的政府说，因为你的太太失联，所以你是骗子，台湾的法律怀疑你的身份，不能让你继续留下去。其实这是人间的悲剧，也是社会的问题。但目前我们的法律没有办法面对这些历史工业造成的事实。7号到12号，有的人是入境之后发现说，哎，他护照过期。但尼泊尔政府呢，自己内政混乱，行政效率出现严重的问题，没有办法核发新护照给人家。结果台湾就说，你也拿不出护照，所以你也有问题。13号到15号，拿观光签证进来，结果进来之后护照被偷走。现在滞留在台湾做临时工，有一餐没一餐，有的人是住在公园里面，没有证件，很怕遇到警察。他们都是因为躲避中国在西藏施行的同化政策或是暴政，陆陆续续用尽各种的手段，冒着生命的危险逃离中国，结果来到台湾遭遇这种对待。台湾是不是很害怕中国部长，所以不敢让他们留在台湾？我想这个问题应该解决。那许多关心这个议题的委员、民间团体，我们都相当予以尊重跟认同。那问题是说，解决的方式应该怎么样？那过去确实 也曾经有几次处理过。那最主要就是入住国移民法第16条第4项里面有规定一个期间，在那个期间内确实是可以去处理这样，但是这个期间已经过了。好，那面对这样的情形，如果难民法的处理，不管是在透过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修正，或者是如果能够处理，就按照那个程序处理。你现在看到用红色框框框起来的，就是他在期间之后才入国的。我们的这个期间是88年5月21号到97年12月31号，这段期间入国的，我们才接受他。对，我们才来 review 他的身份，来决定是否来核发他的居留证。但红色框框框出来的，都是他已经过期的。那我们请问移民署，今年3月哦，内政部曾经回过给我一个公文，说移民署面对在台藏人的居留或身份，我们是根据这个原则让他在台湾可以居留的。例如，我们刚刚讲到，部长也说，只有88年5月21号到97年12月31号来到台湾的，我们才给他居留；或者他是印度或尼泊尔地区的无国籍人民，我们才给他居留。好，或者是没有强制他出国的，或是经过蒙藏委员会认定身份的。那我想请问代理署长，这16个人分别因为无法满足这4条的哪一条，导致我们不能让他在台湾居留，不可以让他在这里找工作，得到基本的温饱？我跟委员报告一下，确实我们3月份的答复就是依照移民法第16条第4项的条件来答复的。啊，这些人都是98年1月1号以后进来的，啊，除了有3个说刚才讲说经过蒙藏委员身份证认定他不是藏族身份，那3个人，我们要前几天我们跟蒙藏委员研究跟行政院研究是同意那3个人同意再重启认定一下，啊，其他的我们行政机关这个部分要。其他的听起来，但是还是要修法。对对，也就是说，在现行的法律里面，如果没有修法，就算这16个人有3个人重启 review 他的身份，另外还有13个人可能还是会继续流落街头，睡在公园里，有一天没一天的。好，那请问蒙藏委员会，我们知道这个参事有来，你们有一个蒙藏委员会认定印度或尼泊尔地区无国籍藏族身份作业要点，是，
我们来根据这个要点来认定藏族的身份，但其中第三点有提到，本会除了审查第二点文件之外，得会同相关机关送件人陈述意见，实施意见陈述时应当场制作记录及全程录影，而且可以全程录音，全程录音，而且可以全程录影。所以今年本席刚上任的时候，有去函蒙藏委员会，要求蒙藏委员会可以提供相关的记录，包含你们过去在面谈藏人的时候问了哪些问题，为什么要他跳舞，为什么要他说藏语，跳哪些舞，啊，哪一些歌叫做可接受的吐蕃的国歌等等的所有的这些资料，我希望可以取得。但是在3月17号的时候，在520之前，3月17号回复本席说，哎，不用给，委员不用担心，我们的这个面谈都没有疑虑。那请问蒙藏委员会，这个要求各位来提供面谈时候的录音录影的资料给本席来作为问证的参考，有困难吗？这一部分不会有困难的，主要是跟委员报告，就是说，因为当时的资料是总共有100多个藏人，那经过相关的程序，有很多的面谈的机制在那一边，那这里面会涉及到很多隐私，也涉及到当时的题库相关到底问了哪些题目。但是我可以跟委员报告，就是说几个部分。第一个，我们的题库从来没有所谓要他唱歌跳舞这一件事情，那主要就是如果相关的部分，他有些可能他从自小离家不按藏语，或者是说他对于因为从小就在尼泊尔家庭长大，他对于 藏族的文化不了解，但是所以会有一些佐证。但是我们的确藏人告诉我们，他们在第一批被核定身份的时候有要求要唱歌，要说藏语，而且到第二批还有人被要求要唱吐蕃国歌，你会唱，我才可以让你取得身份。但实际上，他们说他们在中国大陆，他们怎么敢唱啊？一抓就被关起来了。我了解委员的顾虑了，所以这去年十月以后那我们其实针对这些诉求，当时我们跟那个台全会，跟这些诉求的藏人朋友，也跟那个各国几个国会委员办公室大家有过讨论。那我们会进行个案再重新再做一次 review。那这一部分到时候，因为身份认定确实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对，好。到时候身份认定，我们还要再跟相关的比如说，但是这些都是过去式哦。我想请问蒙藏委员会，为什么流亡印度的藏族的流亡的政府，也就是藏族藏人行政中央，拒绝跟台湾的蒙藏委员会沟通？他们其实才是最有资格认定谁是谁，谁是不是藏族人的窗口。实际上，他们也有资料。我知道蒙藏委员会统计在台的藏人600多人，但是其实根据藏人行政中央的统计，他们户口统计有案在台湾的藏人100多人，所以谁是谁不是，他们很清楚。但是为什么过去他们就是不愿意跟蒙藏委员会沟通？因为他们认为蒙藏委员会是一个政治的符号，是一个中华民国在承认一中原则下的政治的符号。中华民国在100年前入侵西藏之后，片面宣称拥有西藏，抢夺西藏作为一个国家的主权，还设了蒙藏委员会。所以对他们来说，蒙藏委员会是一个政治的符号，他们不愿意承认。所以现在的藏人行政中央才不愿意跟我们的蒙藏委员会沟通。我想这个主秘也很清楚。那么他们现在可能还愿意跟外交部沟通，还愿意跟文化部沟通，他们就是不要跟我们的蒙藏委员会沟通。我想这是很可惜的。我想这个是政治历史造成的压迫，但是呢，我们却看到台湾的政府没有办法处理这个问题。在去年的 Diplomat 这个国际的媒体，他提到我们的蒙藏委员会，他们说是消极负面的。在这个去年的 LA Times 也提到，今年的二月我们要主持的我们在台湾举行的世界宗教的自由大会，那台湾的流亡政府的代表、藏人行政中央代表，甚至被台湾的政府要求说，可不可以请你们的洛桑桑盖不要来申请入境？我想这一些我们台湾都必须要面对。那王者已矣，我们希望说新政府可以有新的作为。那稍后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最后一个30秒，因为我们今天在修法，我再秀一下今天行政院版的我们的这个难民法草案第10条第一项。我个人的看法跟见解跟刚才陈其迈委员说的非常的类似。我刚才说的这所有的问题，如果我们行政院版的难民法的第3条还是要求说，曾经途经或来自可受理难民申请之第3国的人，我们台湾就是不予受理。那么我们刚刚看到，买到印度或到尼泊尔买护照逃难，
现在被滞留在台湾的这些藏人，他的问题依然没有办法解决，因为我们行政院版的第三这个第十条还是这样规定，只要是这个途经第三国，我就不受理。所以我很希望稍后吼，或接下来我们在逐条审查的时候，我们可以更细致的讨论这些我们实际操作上或我们面对的困难，可以来解决这个问题。谢谢。好，谢谢委员。那谢谢。那我们下位顾立雄，顾委员。主席，我们是不是先请一下陆委会的，是副主委吗？我们请陆委会副主委。顾委员你好，是副主委。那个在第八届的时候啊，我那时候啊还没有担任立委了哈，我那时候就是帮忙台全会哈来推这个难民法，所以事实上这个游民委员版的这个难民法草案是台全会版了哈。那么当时就是说一直在协商的过程当中，主要当然就是考量到两岸的这个特殊的环境，所以那个有关中国过来的人要怎么处理的问题，那最后是说要拟具这个两岸条例的十七条的修正草案。那么我今天看到这个陆委会的报告也提到，就是说是在今年的二月一号有重新再拟具这个十七条的修正草案进来就对了。那十七条的修正草案进来，那么跟现在在审议中的难民法的草案，那现在到底有没有一个搭配的观点？就是说，这个从你们的观点，是不是希望是同时通过，还是怎么样？是，我们就是搭配啊，我们内政部修的这个难民法，然后我们再修一个十七条，就把这个机制接到难民法这个。那我问一个假设问题，就是假设难民法先过，那么现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十七条的修正还没有过，是那这个的时候，这个相关中国大陆的这个难民，如果是这样的话，符合难民法的要件的话，那你们会希望怎么处理？因为我们的十七条是在规范这个大陆人民啊，大陆人士，那如果说我们还没有十七条的话啊，那么我们。只能依照现有的这个依政治考量专案核准的这个方法来同意。我具体问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在难民法通过，但是两岸还没有两岸条例没通过的情况下，因为它本来就是比照或者是准用嘛。是。那如果难民法通过了，我们当然基于说两岸关系的特殊性不要把它拉高到这个跟对岸产生这样子敏感的神经的一个牵动。那么是。它本来就是要准用，要适用嘛。那你们本来有一个所谓的专案，对，那将这个专案的标准就纳到说跟难民法同样的标准来做一个考量，这个可以吗？就是说，是假设立法院真的就没有办法再重新从同时通过难民法跟两岸条例的十七条，是这样。是，所以委员垂涎的很是就是说在难民法还有两岸条例第十七条还没有修正通过前那我们现有就是用。政治考量的一个专案长期拘留的一个行政措施，标准事实上也不太有人清楚了。是是。那现在难民法如果先通过，那么比照这样的一个标准，依照这种，是我们可以纳入考量。是，这算是一个承诺了哈。如果说没有办法，我们可以纳入考量通过，因为现在这个难民法是由这一个内政委员会跟这个外交国防两委员会审。那陆委会的案应该是放到。现在是放在内政委员会，对内政委员会出审，所以我想这个立法技术上面的一些困难，那有可能没有办法同时搭配。我希望陆委会还是就这一个中国大陆来的这些人啊，能够比照这个，如果难民法通过的话，就比照他的一个标准，用一个比较透明的程序来加以处理嘛，是不是 ？OK， 是因为审核标准是在许可办法里面我们将来会纳入考量。就把它参照来修改，反正你以后要准用或者比照，本来就是要按照这个规定来修改啊，好不好？好，那接下来的话，请叶部长，但您对这一个，我现在是要直接进到条文讨论，如果说有需要幕僚帮忙的话，再看哪一位吧。我现在问一下一个就说那个第四条的问题就是说在游民力版就是我跟他共同提案这个版，我们是有体认到说这个六十天就既有现在已经在我国境内的人，
他没有办法合乎你们这个所谓入国抑制期的六十天内就去提出嘛。你们有一个规定，就是说他一定要在入国之内六十天啦、啊。那我们现在要解决一个既有的现存在国内，但是一直没有办法以难民的身份来取得难民的地位的问题。那你们说，那我就用这个所谓的特殊情形，经主管机关同意者不在此限，用这个方式，我看你们报告是这样讲的意思了。但这个所谓的特殊情形，那就是特殊，特殊什么叫特殊？那我这个觉得难免有这个标准上面不一致的，或者说有一些我们没办法让我们透明来检视的问题了。所以我是说，如果你们真的要维持这个六十天的话，那么就既有已经在国内的、哦、大家都提到很多在国内的，不管是无国籍人士或外国人士、哦、甚至、哦、说陆委会可能 要处理这些，你们要有一个机制来做通盘的考量啊，对不对？对，嗯，那当然，嘿，对啊，因为你如果现行是这样子的话，他早就已经进入入境已经超过六十天啦、啊，那他是个所谓的特殊情形，你要怎么去考量呢？我希望在这一点上面也要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回应，说要怎么处理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说游民版跟行政院版的一个最大不同，就是说我们是一开始的时候就要由行政机关来认定了。那行政机关如果认定 OK 了，就没问题了嘛。行政机关如果认定不 OK 的时候，这还是透过你们内部成立一个审议委员会，然后再由这个审议委员会来做这个进一步的一个审议。那如果不过了，那当然也没有什么行政救济的了啦。这本来就是这个完全的，因为司法没有办法在这方面做任何低密度的审查了。我看连最低密度的审查大概都没有办法。所以，那你们的草案是说由你们做一个形式上的初步审查，然后初步审查以后就交到这个委员会。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行政机关从一个纯粹的一个行政的有完全的一个裁量的一个空间来决定难民的人数数额，也决定要不要准许、哦、这样的情况之下，是不是在第一关是由行政机关直接做决定？你可以通盘考量嘛，你认为说啊，这个比如说现在有气候难民，有政治难民，那也许说万一气候难民很多的，那你觉得容纳不下，你也可以把这个门给堵住了嘛，对不对？所以你这个第一关到底是要交到这个学者专家组成的这个审议委员会，还是在第二关才交到这个专家学者组成的这个审议委员会？我觉得你们可以再思索看看、啊、我的意思就是说，第一关你们就来决定了嘛。那第一关决定的不准了，那才交到由学者专家组成的这个审议委员会来做决定嘛。我的意思说，你们不要把这个什么事情都推到那个审议委员会去做实质审查。你们的实施审查就应该在你们行政机关里面做一个有担当的一个决定。那你们决定准了，就没有人再有话讲了。现行所有刚刚提到的相关的藏人，当时都用特案来处理，在蒙藏委员会。那现在我跟 Glass 还有这个林昌佐委员，大家关心的刚刚提到的那些藏人，也都是由行政机关自己来做认定啊，对不对？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现在是这两个版本有一个前端是谁，后端是谁的问题了，这一点，哇，这当然是一个，我想顾委员你应该都非常清楚，就是说这是一个程序设计，那怎么样让它能够达到程序设计最一方面是经济啊，就程序经济，另外一方面也能够精确啊，所以它的基本设计说先设一个初期的程序来先筛选，那进入了第二程序的时候，因为它是比较严谨啊，那也可能会比较花时间、哦、所以如果不必进入第二个的就可以不必进入第二个。对啊，我的意思是我们设计的概念是说，如果不必进入第二个，那就不必进入第二个。对，那你的第一个要不要给，就是你们要做一个实质认定。可是现在行政院版是把，就是说行政机关只做初步审，他不决定了，他第一步的实质审他就交到这个审议委员会。我觉得交到这个审议委员会是有点在推给这个审议委员会来做这个后这个初步的决定，其实这个初步的决定就由行政机关做。那如果有觉得要再更精密、再更审慎的时候，那汇集相关的资料种种，那再交到这个审议委员会。我就这一点跟你们互动一下，对，你的意见非常宝贵，我们再具体的，嘿，是，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请姚文智委员，姚文智委员，姚文智委员不在，请林立场委员。
主席，请部长。林委员好。部长好。其实我们今天所审的所谓的难民法草案，那因为立场也来自柬埔寨，那我们也知道我们母国早期在红高棉时代就有很多很多我们的柬埔寨的人民就是流离他乡啦，真的跑到各个地方去，包括泰国、越南啦，哈。那对立禅的感想来讲，我觉得感觉很深啦，就是到各个国家，东南亚各个国家的边境去啦。那我们知道说外界的援助，其实对难民来讲是就是很大的帮助啦，哈。那我们也知道，我们跑到各地去，都变成一个大家都凝聚成一个记录了。那我们也知道说除了柬埔寨以外，早期的越南也曾经有一次的那个对难民潮，那越战时期还有我们的海上难民好像有跑到我们台湾的澎湖嘛，那现在那个收容所现在好像变成我们海巡署的一个那个在管理的嘛。那或许很多我们国人认为难民跟台湾有什么关系，甚至有人认为台湾是一个海岛国家、海岛地区，那我们在这边的资源本来就不多了，那有办法照顾那么多难民吗？那就部长您对这样子的看法的想法有什么看法吗？我想我们有人权普世价值这样的关怀，那也有我们必须考量到我们到底有多少能力可以处理，哦，这两个那我们两个都要兼顾，哦，对，那兼顾的方法就是一个是总量配额，这个有一个机制在可以控管，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处理的制度希望它能够更周延。这块也是立禅要让部长解释一下，因为很怕很多人会误解，觉得啊我们就资源就本来就不多了，还要照顾立一个照顾难民法，那既人道嘛。那我们也知道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移民的社会，我们除了原住民以外，就是我们早期的闽南啦、客家人啦，还有外省人啦，到现在立禅自身的经验就是最新一波的移民族群就是新住民，所以呢在台湾这个社会已经带了一个新的活力。那我们知道所谓的国际公约，刚刚您谈到的人道啦，国际公约里面我们也希望说在这边展现我们台湾对于人权，虽然我们还没加入，可是我们对人权是很重视的这一块。那立禅知道说其实在这块议题里面要不要让难民进来台湾，其实我觉得说这个之前应该是说难民如何融入台湾的这样子的新兴 的社会才是问题点。包括您也知道我们最近欧洲就是德国嘛，也宣布说就是让难民进入到德国去，那德国总理也受到很多国家的赞赏，世界的赞赏。那立禅知道说难民法最大 的想法了哈，就是在管理，我们在法里面都在写管理。那管理这块真的是这么的，就是立了一个法，只是做管理而已吗？我们只限于谁可以进来，然后呢，在什么状况之下，他可以就是离开，他要离开，就是我们立了一个法，只做了这件事情而已吗？那表示这个法有一点像我们所谓的就是难民法的草案，就有一点像我们现行的，因为那个我们的代理署长我们的何副也在上面，就有一点像我们的入出国及移民法很像，就都在管理的那个的层面，那我们的辅导工作还是比较缺乏的。那个署长，那我们的移民法好像也都大部分以管理嘛，书店，跟委员报告哈，这个我们现在的草案里面第七条哈，对于审查期间哦，我们都特别强调，那享有法律咨询、医疗照顾、维持基本生活权利，对哦，那这一些我们确实是有顾虑到，但是对于更长远
当他如果当他取得居留权，更常用我们这个社会怎么去包容，怎么去，甚至于是珍惜。那我们在这部法里面有谈到吗？有谈到辅导这块吗？您刚刚聊的是难民法里面有设定的，就是我们在第七条，我们提的版本里面第七条，因为我们对于那个认定期间，认定期间可能他可能会花一段时间。对，那我觉得说，除了认定以外，那像我们知道德国现在有开放难民进去，我们所谓的就是其实我个人觉得啦，我们去到一个国家，语言不通，生活文化都不一样，那我们这块是否有去做？那没有的话，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难民去到了他乡的时候，跟当地的人，像德国那边，他跟当地就发生很多误会，就造成说难民的我们的伙伴们就是一个巧先签一格自己的小记录，就会跟外面的，比如说当地的人就没办法融入这一块。那我觉得说，我们的难民辅导工作应该要去做加强吧？您觉得说立了一个法，只是做管理资格上，谁可以进来，谁在什么时候要离开，只是做这些，我觉得还是不足够的。就您的想法来说呢？我从理念上认为确实是应该不只是在考虑拘留。对，要更这个社会要有一个条件能够包容、认同，然后尊重，那这样子的一个大环境的建立。这个部长，因为这个喊起来有一点空啦。我们知道所谓的进到台湾来要面临的，除了刚刚立禅谈到的语言、生活以外，我们就还有就学、就医、就业、就养，面临很多困境的。对，各种生活的问题，我们应该要全盘的去规范好这个概念才能去谈，因为立禅是支持的，这个法我觉得是友善的。我们台湾展现我们台湾是一个对人权这块是尊重的，我觉得这块是好的。只是说我又返回来讨论到说，因为我本身是新住民，我也面临过这样子的经验，那我也知道很多人都会把这样子的问题，尤其是早期大家都把新住民的议题都丢给移民署。那署长，那个我们代理署长也在这边。我们知道移民署没办法，包括你如果要就业要谁，那劳动部啊；要就业要谁，当然是卫福部那个我们社福的啊。那就不一样的概念，应该要全盘各部会来通盘的去架构这样的辅导，不能只丢给我们内政部而已。我们应该有所谓的难民辅导专章。不知道部长那个您认同吗？因为立禅也是为您解套啦，因为每塞代志拢等候咱来进步，来进步，敢有哈多，达项拢搭起来吗？部长，你有哈多理解我的讲法吗？我非常理解，对啊，我非常理解，而且确实是对不管是新移民，或者是我们今天讲到的难民法，难民的议题的话，那其实它包含了后续有很多。很多后续要进一步处理的课题。对，因为就我个自己的经验呢，我觉得说，因为这样子经验，如果我们要立一个法，应该还有后面还有一个所谓的辅导专章，这个专章要各部会一起来如何去做，那我们才能安心说，我们政府真的有配套，而不是只有喊立了一个法，管理谁可以进来，谁不能进来。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基本的，那进来之后他可以做什么，他不能做什么，我们有一个规范吗？还是他做了什么就不行？就是我觉得说整个配套应该要去，您认同吗？所谓的难民辅导专章应该要去规划在里面吧？我就这个事情该做本身，而且事实上也是很多机关可能都可以从他的职权里面去做到这件事情本身是对的。那至于说是不是这些都要放在我们难民法里面，我们再来考虑一下在实质的讨论里面再来。最后一分钟，立禅，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问题想问啊。所谓的我们在2006年扁政府时期的提出来的难民法里面就有纳入大陆港澳人士嘛？那在2009年马政府时期就没有纳入了嘛？那我们所谓的应该移民署会很清楚，两岸关系条例跟我们的国籍法是不太一样嘛。那这一块就部长您认为难民法要纳入
我们的大陆港澳吗？您觉得呢？您的立场呢？就人权普世的角度来看，不分哪里，我们都应该照顾。没有，我们是、哦、这个确实是这样，就人权普世，那就。实际立法层面而言、哦、那许多委员也都表示这个问题到底是 在难民法里面处理、哦、或者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处理或者是甚至于移民法里面处理、哦、这个都各有见地、哦、那只是处理起来最适合的方式、哦、最适合的方式是尽量放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处理是最适合、嗯、那跟政教条文第11条的这样因为我、您讲了很多专有名词那 我算是、比较传统的就是它最适合的应该是在陆委会这边嘛 你就两岸关系条例好那知道了谢谢请尤美妮委员主席还有我们在场的委员以及说列席的政府官员大家午安大家好主席有事可以请我们的部长来请部长刘委员好叶部长好哈今天呢我们要修这个难民法那在这里呢有几点想要请教部长您对于难民跟移民的差别在哪里哦、难民是针对政治性、哦、因为种族宗教各方面、哦、那受到歧视那予以其他国家予以收容然后经过一定的程序之后那能够取得居留权、哦、那移民入境移民法那基本上就是它也是有相当多的这个类似的程序、哦、那但是也是经过也是经过一段的程序，然后他取得的啊，取得了他的这个公民啊，公民的身份，所以他基本上是因为原因不一样啊，有些移民他是基于经济，有些基于各种原因啊，那难民他基本上是基于就是政治上的迫害啊，或者是有其他类似啊的大规模的天灾或者什么这一类的课题，所以他是来源是吧、啊，原因不一样。所以在这里就是说移民他其实是有选择性对不对他为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所以他可能因为这个、经济上的原因或是为了工作上的机会等等所以他是有一个选择的一个自由但是难民他是没有一个选择的自由他可能因为战争对不对他的困境了他有一个困境有一个困境、嗯、然后他是被迫必须要离开自己的家乡、嗯、然后到别的国家去所以在这里呢就是我们会看到说在移民的政策上其实各国都有他的高权所以他可能会限制各种的关卡他觉得说我今天我的移民政策我想要什么样的人进来那如果他不符合我这个规定的话我可以拒绝他我不让他进来、嗯、但如果你进来了我可以把你遣返 对不对但是对于难民的话其实在国际上有所谓的不遣返原则因为他是被迫的然后呢到你这个国家来那你今天把他遣返他可能就对不对 就是变成是就像我们看到的这些、三岁的小男孩叙利亚的男孩、嗯、然后呢就是城市是在这个海上、哦、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会看到说好对于这个所谓的难民那当然他是一个被迫的所以呢他有所谓的不遣返的原则那在这样一个不遣返的原则的前提之下我们来看我们的难民法这里就会牵涉到就是说好当是一个不遣返原则的时候所以如果说我们不准他进来那这时候基于人道的考量我们是不是政府必须要给他帮他去联络第三国或怎么样让他能够有一个国家可以去而不是说我就把你赶出去然后你这个对不对落死他方或是怎么样你的安危没有人管你好像是不能够这样子嘛对不对委员这里面有一个套逻辑在了就是说基本上我们在有一个所谓认定的程序就是说他是不是符合难民的资格对、哦、那事实上可能真正会提出这样申请的我们
我们当然都预设很多是因为确实是有这些刚才讲政治难民的这些条件、啊嗯、但是也不乏他有些不一定有合乎这些条件、哦、那也希望留在我们台湾居留，所以我们才会有这样一个、嗯、这样一个程序设计嘛、哦嗯、那问题是说如果程序在程序还没有处理完的过程当中，那确实是不适合随便就遣返，这是绝对没有错，甚至不只是这样，而且还要对他进行照顾安置，然后甚至于法律的咨询什么各方面，那但是如果真的结果认定说那、啊、就不符合，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所处理的并不是说那他完全完全不能遣返，因为或者我们前面认定这个程序 要做什么，但是怎么样做到如果说他真的是不符合，有没有什么更能够照顾性的转介性的什么，那这些很多可能它不是用义务的角度来看啊，怎么样一个国家是建立在相当重视人权的，它能够在这方面多做一些服务，那可能那当然是一个表现出我们表现出我们是一个相当有人权重气质的这样的一个国家，那当然可以努力去做。不过制度设计上还是有这样的刚刚那个认定的那一个部分，还是要对，我想如果说他是资格都不符合的话，他就不是所谓的难民。对，那我刚刚讲的就是说，这种难民他已经符合难民，可是因为配额的关系，对不对？我们就像说，好，这一次叙利亚的难民，那每一个国家能够容纳的配额是有限的。那在这种情形之下，你今天我这个国家我没有办法收容你，对不对？因为配额已经满了，因为大量涌入嘛，的配额，所以我就只好把你安置到其他的国家。我想我们讲的应该是这个，因为如果说他根本就不符合难民的这个定义，嗯、他只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为了他的工作机会，那本身就不是难民的话，当然就不在这样考量之内。但是他如果已经是符合难民，但是因为基于配额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没有办法收容他，所以这时候基于人道的考量，应该让他能够有先停留，然后可能要帮他安置到其他的国家去、嗯、啊。那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性别难民的这个问题，我们也看到说有些国家对于同志哈、啊，那他们觉得说他们这个就是有问题的，甚至的就是会被关，那甚至会被酷刑。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性别难民，我不晓得说在这次难民法大行政院的版本是没有，那您同意把它列进来吗？我看到是确实是没有啊，但是我看到委员的很多好的提案了、哦，我们很开放，愿意来讨论这一类的课题，在个别讨论的时候。Okay. 那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今天早上我提到的那气候难民的部分，当然这气候难民其实是一个新兴的这个议题，因为在以前不晓得说气候批变这么的严重，然后呢会造成这些的气候的难民，而且我们看到我们的有几个邦交国，对不对？基里巴斯或是土阿鲁等等，他们都即将要面临到这个整个国这个。沉到太平洋里面去，那甚至我们看到说这个图瓦卢或是基里巴斯的国家，他们要当一个所谓的有尊严的难民，所以现在国家一直在整个训练他们的人民如何能够去适应其他的国家的这些文化语言等等，去那里不会被人家嫌被人家这个等等，所以在这里就牵涉到说，那对于这所谓的气候难民，那您的看法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那类似像我们友邦土法鲁还有这个类似小岛齁，那这种情形特别明显，那事实上他们也不是只有针对台湾，也其实也寻求包括澳洲许多国家，他们都有一些发展，甚至有些还有一些诉讼都在进行齁。那从我们现在这个版本里面有一个可能性可以透过解释也认为包括这里，就是我们一开始第三条的时候说，外国人或无国籍人因战争或大规模自然灾害、嗯、但是这个要解释大规模自然灾害包括气候变迁所引起的异常气候以及海平面上升，如果说这样可以解释得过的话，那就会包括那样，那如果我们认为这样子还不够的话，那我们可以在类似刚才提到的性别一样，我们在具体的议题的时候再来考虑、哦、再来思考。那就现在而言，的确原来的版本、哦、有可能有包括、哦、因为这个看解释的状况，我们在比较具体逐条的时候也许可以顾虑到这一个问题。好，因为那个自然灾害的部分是我们民间团我们的版本嘛，那行政院的版本是没有把大规模的天然灾害放进去，所以我们这里才有行政院的版本 有放进去、啊、对 OKOK、okay, okay, 好，那这样的立场一致。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说对于刚刚所讲的这种所谓的难民的认定嘛，对、嗯、那在这种情形之下，就是说难民的认定，如果说好这个认定的结果是认为说他不是，可是事实上他觉得说我是、嗯、就是这个符合难民的
规定，所以在这里我们要不要给他有一个救济的程序？因为依照政府行政院的版本是说，我在前面我去做实质的认定，我用专家学者来认定，所以认定完了之后就 yes or no 就是这样子。那在民间的版本是认为说，哎，今天你认定了之后，如果你说 no， 那但是民间觉得就是说这个被害者他觉得说我就是难民，我已经符合这些的条件，那双方有争执，是不是能够有一个救济的管道，能够譬如说一个审议会，等于说把这审议会放在前面放在后面，您的看法呢？如同您所说的啦，就是说制度怎么设计啦，大方向上当然尽量能够照顾到各种权益，那但是在设计上，如果前面尤其是难民这个是一个高度，也是其实也是 高度国家高权的啦，那甚至于连如果说司法审查，我看他的审查的密度也是相当，所以这个怎么设计，我们再来好好思考一下。 okay， 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请吴其明委员。主席，我请我们叶部长。委员好。部长好。部长，针对我们难民法的修法，本席了解哈，1996年哈，在咱的立法院甲行政院哈，拢在讨论一件事件，到今拢也无通过。所以哈，咱拢真清楚，咱嘛是台湾爱追求哈，咱的自由哈，这个人权哈。所以要达到咱的国际标准，但是咱本席伫遮是非常的认同，嘛非常的支持，咱的行政院甲咱立法院所提出的这个版本。但是本席忧心的就是呐，咱台湾是四面环海，四面环海，咱的腹地又搁小，人口搁多，所以讲咱过去咱的报纸啊、电视媒体咧报，咱的韩国、德国，伫咱一月份。光是吼，这个难民潮就达到10万。伫这10万的难民潮吼，这造成讲吼，伫德国这边财政的问题、人民的问题。所以讲，伫未来，咱若一旦通过，是毋是咱的配套要安怎来做？台湾毕竟咱的腹地小，人口多，因为德国以咱的人口数甲德国来比，德国的土地因一个人会当讲等于享有着三倍的土地的面积。所以讲，伫咱的腹地小经营下，吼，咱的人口数搁多，伫这种情形，咱要安怎来做一个配套，予咱未来袂去造成咱的财政的问题，造成咱的治安的问题，吼，甲咱种族的问题，这拢是必须爱纳入考量的部分。所以讲，一个修法拢是爱顾着咱未来，咱的子子孙孙伫这个土地，大家当讲更加安定。为着要符合咱的人权、咱的人道，但是咱的配套一定爱思考清楚，这是未来关系到咱整个台湾的安定。咱对这方面有一个做法，就是讲咱对后壁到底是总共要偌济，咱会当有事先会当处理。所以咱唔是讲看偌济，咱就处理偌济，唔是安尼。咱有一个会当去处理的一个配额伫的。按照这个观念各部会的思考，咱后边这个核定是踮行政院来核定的，所以迄是一个足完整啊，从各方面的思考拢思考了后，的决定，所以袂讲偌济咱就爱去处理偌济吼，但咱有一个这个做法但是背后的迄个精神吼，袂使无去，就是讲迄基本精神，就是讲去重视人权咱的台湾的这个国际义务会当尽尽的过程中，咱当然嘛爱。足大方吼，用安尼的方式去处理吼，甲迄、那个定数也好，各方面都做甲吼配套也好，拢做甲真完整，安尼才会当杀出去。所以你讨论这制度的时阵哦，咱拢爱较谨慎的吼，爱当做甲较完整，安尼才来杀出去较适当。伫这个部分吼，相信讲部长你绝对有迄能力去克服吼。因为吼咱拢真清楚，尤其伫咱台湾吼，面临的就是讲土地的问题。尤其呢，咱有真侪咱的人民，只要话伫倒位，地方绝对都是抗议。所以讲针对这个部分，咱拢一定爱讲特别的小心。伊过来，我请问吼咱的
咱有偌济迄个外劳吼，外劳即马脱逃的。何署长，跟委员报告一下，现在截止51800个逃逸外劳。对，逃逸外劳哈，这拢是台湾哈，哦，非常大哈，咱的引诱这个治安的问题，所以逃脱外劳，这敢有啥物办法？啊，有啥物较好的方法？哦，会当讲来遏制这个逃脱外劳，会当阁卖阁继续陆续都发生出来。那这个两个部分，哪一个是驻本的部分，是源头管理的部分？我们是有建立为在劳动部那边哈，在引进的时候跟那个来源国那边要好好的谈。那个中介费那个部分好像太高了一点，他那边来源国要收一次中介费，台湾这个中介公司也要收中介费，这样子太高了，他就认为他赚的钱少，要负担中介费高，所以他就干脆就逃逸去赚比较多的钱啊。另外一部分是我们有组那个叫做翔安专案，还是要加强查缉。你不查缉的话，他这个更跑得更多，所以要加强查缉。只是说我们查到的比那个跑掉的还少，就这么样子。啊，但是我们结合国安团队，包括警政署，你无吼，无讲吼完全的掌控吼，迄个监控。未来这拢是吼，咱的治安的问题，咱的社会未来会付出更加多的成本，所以伫这个部分，咱一定要讲赶紧吼来遏制这个部分，无外劳吼逃脱，伫咱台湾普遍的存在几啊万人，这是一个真恐怖的数字啊！吼，伫这个部分吼，咱的内政部吼一定要想出办法，吼，这是本省的建议。针对讲咱的难民化，咱未来咱修改了后，实施了后。本省是绝对拢全力来支持，但是咱的引诱，就是咱未来社会的问题，吼，这拢是值得内政部吼来思考，吼，伫遮吼，啊，部长，吼，再拜托，吼，好，谢谢，多谢委员，好。接下来我们请萧美琴委员。好，谢谢主席，请部长。萧委员好，部长好。那这个难民法我已经提了很多年哈，那很高兴今天终于有机会，我们可以进入一个审查的程序哦。那么其中我的版本跟行政院版本有一些比较不太一样的地方哦。那主要包括对于中国大陆跟港澳人士的一个这个身份别哦，是否在难民法里面做处理哦。那我的主张是我们要尊重一个普世的人权的原则哦，那不应该对一些特定的国家或地区来有所歧视哦。那么但是行政院如果说认为放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的架构，事实上我也不认为我的版本有任何违背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精神的哦，因为它是有特别指明，而且是有一些 reference 哦。那但是我的重点是希望我们这个问题能够获得处理跟解决。当初会提出难民法，也是因为我看到许多包括我们的好朋友王丹等中国籍的这些民运人士，因为政治的破坏迫害而无法回到他自己的国家，或者是有可能因为他的回去而遭受到更严重的迫害。那我们希望他能够在台湾在一个我们认为是一个民主人权治国的地方能够继续的来推动他的理想他的理念。但是我们希望在身份的认定上面是他有可以居住可以工作那可以有相关的其他生活上面的保障那这个问题已经拖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办法有系统性的来解决。那除了中国的民运人士之外更多的是西藏吐蕃的这些朋友们那他们的处境也是非常的困难。那我们一直这么多年我们都是用个案的方式来处理一个一个处理。那我们各个行政体系也提出了很多刁难的问题，例如说他对他的身份，他拿了印度的身份，拿了尼泊尔身份，我们一下子不承认这个不承认那个，又要人家回去再办再来其实对于已经处境艰困的这些西藏人是造成更大的这个伤害。所以我是希望说不管把
中国或者是港澳人士哦，放在哪一个法案里面哦，我们都是要针对问题来做解决。那如果说你们主张放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我也要了解你们到底做这个修法哦，行政院版本的这个相关修法的时程是如何？二月一号送过来的。我们二月一号已经送过了，行政院已经送过了。两岸关系条例的部分在二月一号也已经送进来了，涉及难民的部分。那现在可能要涉及政治或宗教难民的部分的修法，对，那可能要跨这个法律要好了解，所以你们的版本也同时也送进来哈。好，那我们总是要针对问题来解决哦。那难民的问题不是只是一个包袱，或者是在承担某种国际责任，当然这个精神很重要。对啊，同时对我们也未必是不利的哦。其实我可以分享两个例子哦。第一个就是德国的前经济部长哦，他比我还年轻哦。那他是越南的，小时候是越南的难民，当时正值越战期间。那么他一个小孩子，一个孤儿哦，被安置在德国。那他在德国这样的环境成长，非常的优秀，也成为德国的前经济部长哦，是我们的友党自由党的很重要的成员。他脸看起来是越南人，可是事实上他心在德国，他为德国做事，也是对德国有许多的贡献。我再举一个例子哦。这个早期中南半岛数十年前战乱期间，很多柬埔寨、越南搭船逃离的这些难民潮哦，美国有一个特殊的安置系统哦。那我自己有一个亲戚在美国的亲戚，他提出愿意来认养一整个柬埔寨家族，包括五个小孩子跟他的妈妈哦，爸爸已经不在了哦，全部包括住宿、工作的安排，让这个妈妈可以有一个稳定的工作，这些小孩子进入到美国的教育体系。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些小孩子里面，男的小孩成长，他现在几乎都是美国的职业军人，哦，为美国报效。哦，所以这些这个难民他进入到另外一个国家，我们愿意接受他，他同时很多也是存在一份感恩。哦，那他进入到我们，其实就成为我们社会里面的另外的一种移民。所以我们除了被动的哦，有人这个逃亡或者是各种的因素啊，到台湾来，我们去接纳他之外，哦，似乎我们也可以考量用一个主动的一个配额系统哦，考量我们自身的人口政策，我们的社会环境是否能够因应，甚至是考虑我们在某一些劳动力市场里面，我们比较缺人的这些项目里面，我们也可以指定，例如说现在看到这么多叙利亚难民的悲剧，哦，例如说有单亲妈妈带着小孩的。哦，那他有工作能力，哦，我们提供在我们农村劳动人口有缺的地方，或者是我们在一些特定的场域，我们的看护人力，我们的等等的其他有明确的未来可以工作条件的这些场域来进行一个安置。哦，那我相信其实对我们也未必是一个包袱跟负担，我相信他们对台湾社会也是能够有所贡献的。哦，那所以重点其实是在于配套。对，所以今天我们这个法通过，一方面很重要的配套，第一个其实是审查机制。嗯，他的身份，他是不是真的难民？哦，那他的一个身份条件是什么？嗯，那第二个配套其实就是我们在国内的一个安置的作为。那我是希望我们在审查这个法案的同时，哦，你们是不是有提出相关的一些具体的目标，相关的配套，例如说我们是不是要主动释出一定的配额，针对一些特定身份的国际难民，哦，来提供他们在台湾安置的机会，你们目前的想法是如何呢？我非常佩服委员刚才所讲的这一段，哦，我真的是非常认同。那现在先让这个法哦，里面的一些制度的细节，大家透过类似这样的讨论，让它更周延、更好，哦，那更有前瞻性，哦，这个我觉得这个现在的过程是这样，后面运作上的一些可能，尤其是刚才提到，我们是一个积极的难民政策，还是一个消极的难民政策？这不只是要跟社会宣导，连我们政府部门之间，我们都要进行相当程度的啊，相当程度的量能建构啊。这也不瞒您说，这样子的议题事实上是需要更多的跨部会啊，更多的。那但是大方向我
非常认同刚才委员所提的这样子。那部长就任以来有跟其他部会开始沟通这个政策议题了吗？确实到现在还才几天而已，事实上我们很快的 也感谢这个 黄委员、马上排这样一个案子，那我们那个所有这一些事情都是要连带的一起去处理了。其实台湾有特殊的地理位置跟环境哦，那我们不像一些陆上国家，它可能隔壁邻国的战乱马上就会大批人潮的过来，所以其实我们是有一些可以有主动选择的条件哦。当然，我们一开始也许在社会还没有完全理解跟了解之前，我们可以在人数上面设一些 quota。其实每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是无限制的，在收容，我们每个国家条件不一样，那是不是可以在一个配套完整规划之后，做一个一定人数的200个人、100个人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做一个示范的规划啊，那我们来看这样子，我们台湾社会尤其是对我们社会长期还是能够有所贡献的一些国际难民，只要我们给他一个安置的家，那长期来讲，我们社会也是需要一定的这个新的移民的参与跟加入哦，同时去让我们去扮演一个国际人权立国所该扮演的一个国际责任。对，一个包容的社会哦，也会得到福报的哦，所以我非常认同委员刚刚讲的方向。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请杨正武委员。主席，各位先进，大家好。首先，还是本席要在这边先谢谢我们主席哈，体谅这个外岛委员啊，这个交通的受限，所以给予我们在登记质询有多一点的那个弹性。要不然每次赶第一班呢，我看下次可能我要去交通委员会问一下好了。要不然每次赶第一班都来不及登记质询啊。所以首先还是谢谢主席，我们请叶部长来。姚委员好。部长好。部长，我刚才要上来之前哈，我听到一句话很感动，你说这个社会多一点包容会有福报、我相信我也希望以这一句话跟朝野共勉，多一点包容会有福报、很多时候台湾百姓期待我们的哈，是真的去解决问题，期待我们的真的是让这个社会前进。我相信在这个时间哈，特别是你主管的很多法案，这个时间有很多清算呐、有很多这一些追杀的动作哈，我觉得都不必要了。记得你的这句话，多一点包容会有福报。当然该给这个社会公道的，我们当然从来都不会去反对。但是我觉得在出发点，在真心真念上，我们还是要有你这句话啊。在这一次我们审查难民法，除了行政院的版本之外，还有很多委员提出的版本。其实基本上对于难民法的制定，本席是持一个支持的态度。因为这个除了跟联合国的这个难民的宣言接轨，也符合国际人道救援的潮流。如果我们能够在难民的庇护上尽一些心力，我想也是对我国的国际形象或者主权地位都有所提升。但是针对一个这样的草案跟它相关的面向，本席有几个问题要就教部长。部长，你能不能先说明一下目前在国际上难民的总数分布的情况，以及主要的几个国家它在处理难民的政策上有哪一些主要的处理方式，那有没有一些统计数据？我先讲大方向，讲大方向，如果有一些细节，我们署长可以来补充哈。那最近大家受到比较震撼的哈，比较震撼的就是叙利亚难民，然后产生在欧盟，然后也产生欧盟这一个这一个区域性的组织产生内部的一些震撼哈。那这样的事情，除了那个城市海滩的那个小孩所引起的心理的大家的共鸣以外，那反映出来的马上就是我们全球社会所两个力量的冲击，一个就是人权、文明、普世价值跟每个国家现在经济各方面情境的困境，这两个马上产生的一些冲击。那冲击最多的是欧洲，在欧洲产生的很多。部长，我想背景我们就 不多说了，我刚才问的这几个这个部分有没有一些了解？
简要就好啊，简要就好。本委员报告一下，以目前在处理难民最主要的国家是美国、加拿大、法国，就欧盟、还有那个北欧的几个国家，他们对于人权的重视真的是高标准的。所以应该是可以理解说，其实是在人道的考虑还是会高于其他的考虑，只是说会影响综合考量很多评估的这些要项嘛啊。那我国虽然没有通过难民法，但实际上每年还是有很多外籍人士，包含陆籍的人士，向我们提出难民庇护及协助。目前每年大概有几件，那内政部给予专案许可，在台湾有许可的大概有几件？跟委员报告一下，因为我们现在没有难民法，在移民法里面是有特色条文。对啊，我现在讲的是现在大概每年提出的约略是几件，那有几件通过？主要是我们没有那个条文可以受理，所以现在通通没有就对了。最近我们处理的是九个命令，大陆的命令人不是啊，给他拘留权的。我刚才一开始就讲了，我们是第一次提出这个难民法，我是问你说，你没有难民法不表示人家没有跟你申请啊，人家申请之前还先问你有没有难民法、哦，我是问你，现在大概每年大概有多少件跟我们提出申请，还是说也没有半件？他们大部分都是写信来说他要申请政治啊，对了，大概几件？啊、没有附证明文件，啊、我就没有办法受理。这个部分每年差不多有五件，大概有五件。那如果照你刚才的说法，这五件都没有过。对，好，那我想是这样了，因为你法没有过，大家也不晓得。那来申请的毕竟是少数。如果未来通过了，你有没有预估过？有没有评估过？大概会有多少的件数？那我们有做了哪些相关的准备？以目前我们的评估，大部分会申请的就是已经在台湾的那个驻台的那个藏族同胞啊，再来就是可能他们从印度尼泊尔会再过来，应该是这样子。所以你们的评估，假设我们通过了之后，是会只有既有族群有既有的你们评估潜在有需求的来跟我们申请，不会有新增的？会有新增的，包括大陆。好，没关系的，时间有限哦，你那里一直勾。我想是这样啦，我要讲的重点是什么哈？从你刚才的这个回答里面，我们大概可以知道，你们对这个难民法，你们觉得要有，可是对难民法可能产生的冲击，可能来跟我们送件的对象，你们其实都没有很详细的评估，因为就你们潜在的，还是可能是在台湾的藏族啦，可能是什么啦，但是如果按照你们的条文，譬如说你们里面也有像因为自然灾害的，因为各种原因的来。那我看不到，在你们的书面报告里面看不到有任何，一旦这个法通过了之后，假设因为通过了之后是开一扇门呢、欸，你以前是大家没有来啊，你开了一扇门之后，我在你们这个书面报告里面看不到有关任何，一旦有难民来的时候，他对我们的政经社会各方面的这个影响的评估冲击，或者是我们最大的容纳量，这些通通看不到啊。那在完全没有这些相关评估的情况之下。当然我知道你们可能会讲说，我们是通过一个政策性的或结构性的或怎样怎样，但是你要立法院在你们这些相关的资料都没有的情况下就来审这个条文，如果一旦通过了，衍生出相关的后果，谁来负责？喂，我想并不是说都没有这样的准备或评估了哈，多少有，但是也我想委员你讲的，我也可以接受的，就是说不一定做得很完美了。这样了，这样了，所以是的确是需要这样，好不好？刚才你也说嘛，跨部会也还没有协调过嘛，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简单讲哈，我觉得我会建议主席了，在行政院或内政部没有把这些相关的评估资料，还有它的冲击影响，好这些送来之前，我觉得我们在审这个案子要特别的谨慎了。好，因为不能立法院背书，然后是一个空白背书啊。哦，因为。你说你们有，但是至少在给我们的书面资料里面，我们没有看到这一些嘛，好不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外交部的次长，那个叶部长，你也先留一下。哎，次长好。最近大家很关心的是冲之鸟了哈、哦，也有很多委员都问过了。那我本来是不太想问，但是后来发现一件。蛮好玩的事情啊！你们跟这个叶部长之间那个说法，这个不一，这个我不想在这边讲了啦哈。我想请问一下，按照行政院现在的说法是，冲之鸟现在是因为法律上我们没有特定的意见，是因为他还在仲裁嘛，对不对？
那我请问一下，太平岛是岛还是礁？太平岛。太平岛是我们的领土，是岛啊。它是岛嘛？对。但是你知不知道菲律宾有提国际仲裁？所以它的法律的部分是还没有定论的哦。菲律宾也在国际法庭向国际法庭提出仲裁，他说太平岛是不是岛哦？你知道这件事吧？知道。那为什么太平岛在国际法庭还没有法律的见解之前，我们就认定是岛？但是对于这个冲之鸟呢，在国际法庭还没有这个见解之前，我们就说尊重这个法律见解。报告委员，因为冲之鸟不是中华民国的领土。对啊，但是所以事实上，它不是用一个法律的单纯来看嘛，你们还是用政治来看嘛，一样是在国际法庭在仲裁中的案件，太平岛你们就认为它是岛，当然它是我们的领土啊。但是冲之鸟它虽然不是我们的领土，但是它涉及到我们的渔权啊，它涉及到我们的渔权的时候，你们碰到日本，把它拿来当作给日本献媚的工具，就说尊重国际法庭的仲裁。那你们这个时候这么尊重国际法庭，那其他这些在国际法庭还在审议中的，你要不要一并尊重啊？报告委员，就说我们外交部最重视的是渔民的权益，那第二个，我们也重视那个台日关系，所以关于冲之鸟这个问题，我觉得就必须跟日本进行协商，好，然后希望在未来。我现在在跟你讲的重点就是，我希望我们有一个一致的标准，我希望我们有一致的标准。你如果说在法律上我们不表态，那在政治上你应该要表态啊，在政治上应该要表态。我所谓的政治，是指说，你如果讲法律不表态，那是不是一样？太平岛跟这个冲之鸟，全部都是在国际法庭仲裁中，那你都不要有意见。那政治上的表态叫做涉及到我国领土或涉及到我国渔民权益的，你就应该要表态啊。你就不能说一句说啊，还在仲裁，尊重国际，那你这样怎么跟国人交代？你不会让国人觉得我们的外交部两套标准吗？我还是觉得说哈，台湾跟日本关系很重要，所以并不是表态之后，渔民的权益就台湾跟日本的关系很重要，所以渔民的权益就可以放一边，是不是？没有，台湾跟日本的关系很重要，所以日本跟我们就尊重仲裁，我们跟菲律宾的关系不重要，所以他怎么喊我们就不理他，是不是？不是，因为再跟委员报告一次啊，太平岛是我国领土，所以这主张非常明确。我跟你讲，一个国家的主权不仅仅是领土的问题而已，还包含了他的这些在这一个岛屿上，在这个国家内生存的所有的人的相关权益，这句话你认同吗？认同。所以刚才跟委员讲，就是说外交部最重要的一个任务是捍卫我国渔民的权益，这点我们外交部从没有退让过。本席很遗憾呐、啊，本席从这一件事情上面，其实我不想在这个事情纠缠，媒体也讲了很多，我们本院的同事也讲了很多了，只是我觉得啊，光是从太平岛跟从这一个冲之鸟，你们的两个态度啊。你们要的时候，它是我们的领土，权益一定要维护。我为什么请部长来的？领土是跟咱内政部有哪有关系嘛？对不？但是国人的权益也是一样要维护啊！你不能说你要跟日本示好的时候就尊重国际仲裁，对不对？没有法律意见，那你应该要有政府的立场啊！政府的立场跑到哪里去了、啊？你们外交部代表的是一个国家、啊，政府的立场跑到哪里去了？不能这样，好不好？好，谢谢。好，我们的时间到哈。那个，我跟委员会报告哈，刚才那个杨委员在质询的时候，希望能够有就是整个的评估报告。那我想这个部分可能还是要请内政部部长那边，好，跟那个陆委会跟外交部，把这些相关的评估报告，尽量在条文的时候，你们要。部长，请问这个部分你们大概需要多少时间？我来跟我们总理商量一下。大约啦，因为 我避免说跟你们排的时间。我修了解一下。好，你了解一下哈，等一下哈。大概需要多少时间能够把这个评估报告弄出来哈？那接下来我们请简东明委员解释。评估要多久？简东明委员。简东明委员不在，请陈怡杰委员。陈怡杰委员不在，请李燕秀委员。李燕秀委员不在，
请严宽恒委员，严宽恒委员，严宽恒委员不在，请管碧林委员，管碧林委员，管碧林委员不在，请钟孔绍委员，钟孔绍委员，钟孔绍委员不在，请徐永明委员，徐永明委员，徐永明委员不在，请蒋乃馨委员，蒋乃馨委员，蒋乃馨委员不在，请卢秀燕，大概多久？我因讲两个月，你讲一个月，所以一个月无问题啦，哈。好，请卢秀燕委员，卢秀燕委员，卢秀燕委员不在，请叶怡君委员，叶怡君委员，叶怡君委员不在，请赖世宝委员，赖世宝委员，赖世宝委员不在，请孔文吉委员，孔文吉委员，孔文吉委员不在，请何新存委员，何新存委员，何新存委员不在，请陈明文委员。陈明文委员，陈明文委员不在，请蔡逸宇委员，蔡逸宇委员，蔡逸宇委员不在，请邱志伟委员，邱志伟委员，邱志伟委员不在，请钟嘉宾委员，钟嘉宾委员，钟嘉宾委员不在，请林进宪委员，林进宪委员，林进宪委员不在，请周成秀霞委员，周成秀霞委员，周成秀霞委员不在，请张立善委员，张立善委员，张立善委员不在。请来陈赖素梅委员，陈赖素梅委员，陈赖素梅委员不在，请陈欧博委员，陈欧博委员，陈欧博委员不在，请罗明才委员，罗明才委员，罗明才委员不在，请黄伟哲委员，黄伟哲委员，黄伟哲委员不在，请陈廷辉委员，陈廷辉委员，陈廷辉委员不在，请徐国勇委员，徐国勇委员，徐国勇委员不在。请林德虎委员，林德虎委员，林德虎委员不在。那今天所有登记发言委员除不在场外，其余均已发言完毕，询答结束。委员徐真卫、陈怡杰、陈廷辉、姚文智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相关单位另以书面答复。本日会议委员所提质询未及答复部分，亦请另以书面答复。那因为刚才那个杨委员特别要求，就是我们在审查条文的时候，能够有这些评估的报告哈。这点他处理哈，你要跟我先讲这。所以本来今天要进入逐条，我想我们就等一个月以后，我们再来排案，那个时候我们再进入逐条。请问各位？哎，主席，各位同仁，我是建议这样的哈，因为这个台湾过去在处理这种国际难民的这个经验哈，那因为我们的国际的这个不管是地理环境或者是国际的一个地位，过去的经验是比较欠缺哈，那所以我们这一次这个难民法的一个修正对于人权的一个保障啊，对于相关的这些难民的一个安置啊，这个是可以说是具有划时代的一个意义啊，所以它衍生的包括说这些安置啊，或者是说适应宗教等等生啊，这个还有拘留这些问题啊，这个怎么样跟社会这个包括这些社会资源的一个利用，这个都是知识体大的一个工作了哈，那。我是很担心说，这个内政部刚刚好像说是两个月内，可以拟具各项配套方案之评估，这个我是不太有信心了，坦白讲，这个恐怕这个时间哈，那也许两个月这个可以，或者是说一个月提出一个初步的一个报告，但是一个完整的评估恐怕还是要给他们多一点的一个时间。那当然我跟尤美女委员我对这个难民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跟移民法的一个修正我们都非常的一个关心。那我是真的是我本来是早上我是期待说这个会期这三个法都可以同步做修正啦。但是看到这个欧洲在处理这些叙利亚难民这些经验很难想象说内政部这个，假如说一个月就提出一个所谓的评估报告，恐怕会有很大的
这个反正你给他三天，他也会交报告出来了。哦，一个礼拜他也会交报告，只是内容不一样而已的。啊，哦，所以是不是这个初步的报告一个月啦？哦，但是完整的评估报告大概半年的时间啦。哦，那我还是希望说，那等有初步报告的时候，至少在我们委员会带个这个会期，我们可以完成审议。哦，那假如大家再有意见，那我们在第二阶段的这个协商超越协商的时候，我们再把这个案子，哦，把它处理完。哦，所以总的三个法案在我们立法院通过，假如说能够在今年的年底的啊顺利完成，我看在立法的一个时程跟计划，大概是这样会是比较一个周延的一种做法啊。所以向我们委员会建议。嗯，好，谢谢陈委员的意见哈。但是我想，我这两天在这里看部长的表现，我对部长很有信心。我觉得他一个月，他自己讲一个月没问题，他一定没有问题。我们要相信他哈。那我们就难民法草案就希望部长在一个月内送来，然后我们马上就再继续审查哈。所以难民法草案另定期继续审查。然后我们这里有一个临时提案，我们请先读哈。委员黄昭顺等六人临时提案，内政部应会同各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依据各项配套方案之评估报告，于一个月内送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宣读完毕。好，请问这个临时提案有没有意见？没有，没有意见我们就通过哈。好，那现在就没有议案可以处理，那我们现在就散会。好，谢谢。哎，几个位啦，几个位哈，赶紧用用糖来处理，哎呀，别，恁爸爸等伊来甲你牵嘞，后伊就家己无要坚持的，我知影恁爸爸足坚持的哦。